这个是咱们辣椒收获机收回来的原料，下一个工序啊，需要咱们专用的清选机清选一下，出来以后就是成品料。这个就是咱们的专用朝天椒清选机，分为清选还有风选两个部分。清选部分上层是除碎枝的，下层是除碎叶的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成品料，它就上这个输送机，就其他多了。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成品料。这个出来以后已经很干净了。然后下边要过一下色选，这是色选机，色选以后前边这个长方形的这个是烘干机，烘干以后成品料就出来了，这就可以直接销售了。